大家好，我是楚怡，爱玩妞。今天带大家来到一间非常特别还有意义的店家，叫做捡果子。他们是以环保材质去做一个手做的商品，还有小物，是非常非常的环保，然后对地球的伤害也会特别少。它是由世界贸易公平组织唯一一家台湾第一家认证的台湾品牌。那这一家店的商品呢，都是由台湾的设计师，然后送到第三国家世界的人们去做代工，所以呢会给他一些比较合理的工资还有待遇，是非常具有意义的一件事情。这么有意义的事，为什么一起来支持一下呢？店家推荐的东西叫做盐枕，然后它里面的使用的东西是亚麻籽，它可以放在微波炉里面。如果你眼睛容易酸痛，肩膀酸痛，肚子也很痛的话，就很适合拿这个回家。接下来要介绍这个东西，它是智利的传统乐器，是用仙人掌晒干之后，里面放了很多小碎石的乐器。有没有像下雨的声音？非常的疗愈哦。那么捡果子呢，在大稻埕总共有两间店，一间呢是卖生活小物，另外一间则是服饰店，所以呢大家下次经过千万不要错过哦。